据雅虎记者 Shamsherania 之前的报道，前锋卡梅隆·安东尼已经和火箭就转会达成了口头协议，他目前还在非洲开展公益活动，需要回到美国，钱瓜就会入住休斯顿。同时 Shams 在报道钱瓜加盟火箭之后，又录制了一段视频，在视频中他详述了双方的这次合作。 Shams 表示，钱瓜已经向身边的人表示，他对和詹姆斯哈登以及克里斯保罗一起搭档感到乐观和兴奋。在2017-18赛季常规赛，安东尼在雷霆场均上场 32.1 分钟，能得到 16.2 分 5.8 篮板 1.3 助攻，得分为生涯新低。那火箭真的适合安东尼的发展吗？他们真的能拯救甜瓜最后的生涯吗？雷霆的多年随队记者 Royce Young 在推特上详细分析了安东尼与新老东家之间的契合度，虽然他是雷霆记者，但是一点不护短。Young 认为火箭是比雷霆更加适合光安东尼的球队，因为火箭的进攻节奏要和安东尼更为契合，而雷霆则想打得尽量快一点，但转换进攻并不是钱瓜所擅长的。可雷霆有时围绕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为核心的打法，而威少必须要在乱战中才能发挥最佳实力，所以这需要全队去配合他，他的队友们需要跟得上节奏，允许他打快。所以这是安东尼数据创生涯新低的主要原因，他和威少的球风并不合。在上赛季，雷霆的进攻节奏排到了联盟第16，而在此之前的6个赛季，雷霆该项数据都是在联盟前10，而火箭的进攻节奏排在联盟中游左右，甚至是偏下。有些球迷会问了，这么慢的节奏也能叫跑轰？这还是得安东尼的体系吗？但事实上，火箭现在的打法还真的不能叫跑轰了，而是应该叫如轰了。我们在上赛季经常可以看到詹姆斯哈登慢慢悠悠的过半场，然后再进行组织进攻，节奏上非常缓慢，这就是火箭研发的新打法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完全围绕巨型单打去创造空间，灯泡接挡拆内切，火分球贾佩拉吃饼，火分球外线射手，或单打得分，这是火箭常用的三招，但就是无解。这就是巨星的影响力，而这一招和勇士的传接球大不一样，但是能控制大量的失误，毕竟球都是从灯泡的手中送出，而他们都是传球大师。从西部决赛火箭和勇士的对战中也可以看出，史蒂夫科尔的传接球并没有啥用，虽然勇士号称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球，有一种全民皆兵的感觉，但往往常规赛还行，到了季后赛防守强度上来全民皆兵，只会创造大量的失误，还不如专心把球给巨星解决问题，其他人跑位，这时候就很考虑巨星的成色了。火箭只有哈登加保罗加戈登有单打的能力，而这一次安东尼的加盟让火箭拥有了四位单打天神，在天赋上和勇士拉近了距离，同时安东尼也可以在他最擅长的慢节奏中打球，冲分发发挥单打能力。